跟刘宇握手的时候，觉得他的手比你的手还粗糙。对，就是其实我摸到那一刻的时候我是很心疼的，因为我想说刘宇他本身年纪也很小，他是因为练中国舞其实是很辛苦的，然后他练了很久，也跟我说他脚上很多伤，手上有很多伤，然后当时因为我没有接触嘛，当时他说他跳完那个化成孤岛的筋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他。你的衣衫破旧，何苦身穿温柔，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。我特别特别喜欢他，然后他下台之后我说我好喜欢你，就这个舞台，然后我就刚好摸上他的手，然后当一摸我才说哇，我就突然问了一句，我说刘宇今年多大，然后他告诉我的年纪的时候，我当时就震惊了。不要光看表面，就真的当你认识他，当你了解他，当你真的接触过他的时候，你会知道每个人其实都有很不容易的地方，